春手。 身体很快就会疲惫，你的脚很快就不受控制了。每支人的药料，松发时不平地雷。对，这种地雷下面，你们还要傀儡，拍到了上面的。 下面那个就炸了，没工兵，没工具，你拍不了。不，还有一个办法。没事儿，这种小事儿难不到咱们。训练班上都学了，你就千万别动，我就当训练了。 我一想到他跟你在一起，我这心里就难受，就嫉妒的发狂。但是我怎么能嫉妒你呢？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！春生，我命令你，迅速撤离，你给我闭嘴！春生，你干嘛？你别动春生，我让你闭嘴！ 别影响我排雷！抬脚，春生，我让你抬脚！国王，你往后撤。 至少10米，不要跑，注意脚下啊！